点，一样点，有机会吗？一人射！内安打！这样打击率也是提升啊。对啊，你可以挑战啊。因为点的真的很好，点出去的时候我就嗅到短打了。对，刘继宏虽然空手接传哦，确实是脚先到了。对，哇，哇，正常知道他的位置点得很好。哇，对，短打已经有准备了。方向手球 Lucky 接到他的多赫 Lucky 的王正堂上三垒游击手刘俊伟火车过山洞，那现在双方5-5平手，制胜分已经来到了三垒了。被挤压的内野滚地球，但是刘俊伟到正面之后 Lucky 这个布阵是要抓双杀的哦。没想到出现失误啊！一看漏球之后的正堂马不停蹄的冲三垒，正堂的反应非常快哦。对，不一定会有好球可以打哦。对，直接保送，直接保送，把垒包填满。因为申浩伟今天已经是猛打赏了哦。让场上的形势完全是封杀的状态。拿出来哦。还有再来的机会。这一球落了，拜拜！比赛结束，缩小防守圈的结果是最难搞的，戴培峰打穿了蓝猫一样的防线，那就以这支穿越球呢，向魏权说。See you tomorrow。 双方在这个系列赛打成了各一胜一败的成绩，而且在这场比赛呢，落后的富邦悍将在第八局先靠着陈真的两分炮扳平了比分，到了第十局又不断的缠斗，那这个缠斗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帮助了球队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很刺激吧，非常辛苦，但比赛到后段保持着韧性，让现场的球迷看得热血沸腾啊，会带着非常非常满意以及开心的心情今晚回家。祝大家开车一路平安，有个好梦。那也恭喜富邦悍将在十局的延长赛中以6-5打败了魏权龙队。那问题就是待会儿单场最有价值球员会由谁获得呢？稍后揭晓，就一下。